实价揭露呢，是让碰风豪宅现形。我们就看到锦林大安森林公园的指标豪宅秦美璞珍，实价揭露每坪不到180万元，和外传每坪的300万元有很大的落差。那么后来证实呢，是房仲业者乱放消息，根本就没有成交。而昨天秦美璞珍首件实价登录的交易揭露之后呢，拆算单价每坪大约是178万元。房仲表示，这起交易是大楼中最便宜的四楼，属极端值。